大家好，我是东宝，今天准备去挖蛤蜊，但是一大早那个博物就把它挖出来了啊，可惜啊没体验一下啊。大家看哈，比昨天那个大多了，看一下这个酒吧，这是一根啊，挖的好完整啊，这个估计都百把斤哦，大不大？这个无法，你本来只有果粉蛤蜊青蛤，我把它砍一下，来几斤没有？这就是蛤皮。没东西。哎，这是一根的啊，它连在一起了，估计好重，估计好多钱去了，我不是这种的。再抓这个果粉蛤蜊。这不像这个大萝卜一样的，你看这一坨。好饱满啊，还有一点去，还有一点血子，我挖子了，我能挖些果蝇了，你先到这种就和昨天能最大一点大的啊，这种比昨天大的还大，爽嘞，好大哦，挖圆的，挖圆的，我早点还能挖着呢，呀好甜的，对，他看那个图的是那泥巴没有的，我那老是讲没有的嘛，那你说啥子比鱼不大些，我那老讲鱼没爹爹，他讲他不是的，再掉手脚都能掉，这个长长就叫你的厉害又壮大的，这个叫如花的，这都应该黑天的，这都比这都要如花些，这个跟没那个如花啊，看这样结合规矩嘛，你感觉很真假，我在这看啊，就是还那是就不对，烧锅八八钱，好家伙，那叫七锅八八兄弟起的了，这么大桶烧下去，哦这大起源，你回来就你回来就看见过，你看见过，这是年米的锅巴切的，你看见过，咱们咋没看见过？啊，新锅。啥时候有了？有了，要锅他搞的，第二天咋大天？怎么大天？这么大？我昨天搞他米捏的，他讲。好。啊，米捏的一个这么大桶。一个一倍了。那个五十斤。哦。哎，你把锅盖。一倍，那一边都有五十斤。哎，挖的很呐。他我到那边挖真的。啊，这都叫他一挖着，你给我打电话，我去给你。给你说了，我正要搞他个女爹的，才搞他小人。他小人呀，他再心点好的，要不。他又不要。就锅煮锅盖。东边不要，不如西转了。你刚看见那个挖锅？哦，这再多也有四十。哦，哎，你刚看见那个挖的不大桶吗？五年没挖，他是。干啥的？是。那你看见过？我挖的不大桶吗？几十年。那你看有咋看着整？今天这个比昨天那个好一些啊，大一些，又多一些，重一些。今天这个一起加起来，应该估计有百八斤。我知道，我倒扯不下的。我这个米壳昨天倒这么多。辣椒，辣椒，要不你都切一朵，因为这些你要吃吧，吃得完呀。这个不要弹了，这个非常好，这个有二三十斤这一根。刚刚到一天都吃不完。你这确实。这个如花，这个你看，像个萝卜一样的啊。它肿肿的、啊。特别饱满。这些。都鼓好大。再烧几根茄子啊，嫂子。要不烧这小的。你看烧哪一节？我看嘛，大的也可以，要不小的扔吃的。嗯，大的也不吃不完。这枯蛤就没这么大，要枯蛤这么大，那分子更多啊。我们就搞这节吧，这节也是这种中间很肿的啊，这个也如花啊。嗯。我就把这节搞吃了，今天啊，青蛤啊，是在我们山里面是最好的蛤了啊，在我们在大山里面最好的蛤，它就吃起来很爽口啊。你就算不做那个蛤粉，你要去街上卖啊，5块钱一斤，5块钱一斤，我们今天100多斤就是500多块钱，
哇塞！我跟你说，卖去吧，发财了。特别是这两节啊，这两节随便卖个200多块钱啊，这两节啊，那节还没这个壮啊，这节是这粉丝特别多啊。那节可能淀粉多些，这两节的粉质多一些啊，就适合这么一直嚼嚼嚼啊。嗯，你看这会儿看淀粉多不多，就看它鼓的大不大。嗯，我把它边上砍掉了，这个根砍掉了。嗯，那两根是细的没用。嗯。青蛤，哎，第一次见青蛤，我就想一直想体验挖一下，那谁知他又把挖完了，像个鸡腿吧。很像个鸡巴腿，哪有这么大的鸡腿？你看是不是很像鸡腿？哦，有点。啊，鸵鸟腿。你衣服湿透了，不冷吗？没事。你等下换身衣服去哦。啊。别搞慢了。没事。激动，要是我挖出来，我更加激动。我风雨无阻的把挖出来。怎么打的锅用看到都心疼了。史前巨蛤，这个至少有个几十年的时候，这个蛤天天从那儿路过，我们你看哈。嗯，我们基本每天从他旁边过去啊。我们在开又是到路上看啊，其他闲地方挖的。我们开车过去的嘛，又没走路了，就没注意。我这么大个鸡腿，这鸡腿多好吧，给我折大了，把够开着鸡腿啊，巨无霸的鸡腿。啊，好多米面牛哦，你看都看出来好重的，你看这个白色的液体是淀粉。哦，这个好壮啊，看横截面，看这个好壮啊。哇塞，这些都是铁天的，看这个截面全部是个米粒，这个啃起来很爽啊。继续锅阿舅吧，我这公安的我这个要标记的过二了噻，我没吃，因为好像水分哟。哦，如花没？如花。我细不让我看嘛。如花。这是青蛤，气旋旋嘛，那物业干气旋旋还。嗯。一旋旋的很。你先分析去，怎样？我等几分钟先，我等下去吃。给奶奶留一坨吧。再留一坨。嗯。我这边都。奶奶也喜欢吃。我把鼻子挂着。这种。嗯，你他妈还过节呢？你给杨老板过节了？哎，来了。他刚不要，你给过节吃了嘛？你那点洗过的大冰箱，这个冰箱。那一节不够荤了。我自己也搞了。反正大狗爸爸有那些也够了。这现在跟前边这个是最饱满的那一种。哦，他是估计瞬间他。这节有点舍不得把它毁了。这鸡巴腿，大些鸡巴腿。啊，这个抓好多你。我后天了，那去看，别吃饭了，过去。他咋着下开的嘛？啊，你看白，你看这里好白。看一下。这比长了，上边白些。都白得反光。嗯，装些啊。我怎么从后方过来啊？什么后方？哦，我就过后也跟我说的了，我能真熟的是啥地方？也吃不远，给我大圈很吃远啊，越好吃。嗯，是啊，喂，么子吃饱，人家就爱喂吃喂。嗯，你吃当饭，你吃三个。我明年到忙春挖点果庄嘛，米庄上面子烧些吃哦，烧好吃了。嗯，又好喝。烧好吃啊。嗯。你双手撑，我撑一动，撑一动。月饼啊。你看。这就是回婚了，家伙真会，俺自己装修，嗯，这给主播过，哎，好，都拿了，啊，我呀，不要说欢喜钱，爸爸，啊，人家亲戚知道吗？五块钱一斤，哦，卖真的五块，我擦边去，我的负责孩子，我搬家。
果捞货哦！你看，马上就氧化了啊，就变红色了。青蛤，再变成红色的就青蛤。这是紫色。啊，红紫色啊。嗯。啊，鼓起蛤。好快就氧化了。啊，不要自家过来啊。嗯。那我们现在就蒸葛根吃。看一下啊，月饼，大月饼，一坨两三斤啊。嗯。这种拿街上卖就发财了。这卖千把块钱挣两本子啊。我们回去蒸一下现在。然后每家分一块。啊，我先收啊。你们这先走起来。蒸。还有锅子底大，你看。嗯。这个至少蒸半个小时啊，幸好切得薄，要切厚点，一天都蒸不熟。要蒸熟很香的，你不吃，吃蛤对身体有好处的，知道吧？像我妈就特别喜欢吃，她有三高，就特别喜欢吃这个东西。这牛蛤好壮啊，有密面的，外面的密面很。干不蒸，干不蒸，就是要蒸一个嘛，就是。越蒸越蒸苦啊，你在上面。你看，像什么，有个什么东西，像看动画里面的那火腿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你看，一层一层的啊。笑死了哎。都变颜色了。我试试啊，好壮啊。嗯，现在煮的好甜，扑簌扑簌的。听您的声音好有嚼劲。嗯。不烫吗？嗯，烫烫。嗯，我感觉全是里面。不烦。熟了没？熟了，不蒸。一个小时煮不好，估计蒸两天，干啥煮几个小时。外面。还不蒸。好不行，要装就装。你刚点起码要几斤几？面多，很香啊！我继续蒸吧，我蒸了半天。今年我是见识过最大蛤了啊！可能很多朋友跟着周末视频也见识了最大的蛤了，这蛤是真的大啊！还有更大的吗？不，现在目前没看到。好吧，我们再继续蒸了啊，拜拜。